萨姆那边的那个冬烟、冬木烟啊，还有阿萨姆的菜，你们听说过那个也是很有名。所以那边阿萨姆也有在来加尔各答，加尔各答去这个我们去的地方也有在去不丹，不丹去那个西京大吉岭那边也有，所有的地方安排在。因为现在呢，机票比较贵，所以他们客人也不要比较短的那个行程，你知道吗？卖了那么贵的机票的话，他们要比较长的那个行程，所以我们安排是这样的。还有你们现在那边有比较包容啊，但是现在还好了，现在已经开了那个 Kashmir。